最热烈的欢迎，最热烈的掌声欢迎金曲歌王耶、yeah! 恭喜你恭喜，是不是歌王不重要，只是麦克风有声音就可以了，你说我们今天算不算是一个很会唱歌很会说的组合？对，就是地球上最会唱歌的男人跟最会说的男人今天在一起唱歌给大家听，希望大家会喜欢。曾经我也想过一了百了，在听到海鸥哀鸣的时候，浮沉在浪花之间，无边无际的飘着，今晚不堪的时光都带走。早就习惯，真的是一件很可怕的事，人生充满各种疑难，各种方式，你相不相信命运生成或八字，你相不相信算命说你今年红到发紫，习惯了忧患，习惯了安逸，当天生活不再纠缠，习惯了安静，像个玩手机的囚犯，随时发个IG，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变得不再生命？就当成渐渐成真，漆黑灯塔被背弃的港口，一个人站在竞争的街头，想出发却不知该往哪走，昨天的影子依旧在今天残留，现在不改变就别想奢望以后，我都知道，我都知道何时啊。曾经我也想过一两百年，我经历过的那些被掏空的记录里成真，我一直都在哭泣，告诉我没有开心的时候，总是想全是因为你的心渴望拥有。这个组合大家喜欢吗？大家喜欢吗？Okay, 我自己在音乐人生当中，狗哥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我在我年轻的时候，从来没有想过将来会有一天我会遇到一个这么厉害的 rapper。然后在一个综艺节目里面，当时呢，我就怀揣着相当那个不太有把握的心，就想说，哇，狗哥的声音，大家是非常的低沉又有磁性。那我那时候就想说，如果能够跟这样的音色、跟这样的rap 合作的话，然后把很美的抒情歌曲跟他的这个有磁性又低沉的音色结合，那一定是非常棒的作品。所以在那个时候就鼓起勇气，就跟您组队的，他彻底打开了其实我对 rapper 跟抒情歌曲结合的这把钥匙。大家以后还想不想要？最热烈的欢迎！最热烈的掌声欢迎金曲歌王耶、yeah! 恭喜你恭喜，是不是歌王不重要，只是麦克风有声音就可以了，你说我们今天算不算是一个很会唱歌很会说的组合？对，就是地球上最会唱歌的男人跟最会说的男人今天在一起唱歌给大家听，希望大家会喜欢。